百度在18年前创业，赶上了互联网的浪潮。2000年，当时中国只有1000万互联网用户。今天，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已经超过8亿了。AI 对于社会的影响将远远超过互联网。过去的20年，我们都感受到了互联网所带来的变化。接下来的几十年，我们将体验到 AI 给社会所带来的更加深远的影响。